先定一下方面工作方向。如果风从这边来，那咱们这个柳枝尽量就往这边使劲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如果风从这边来，那柳枝尽量就往那边使劲，啊，顺着风。先把这个柳树的枝干刮下来。咱们画这个柳树这个节子啊，尽量是长的长节子啊，因为它这个皮肤这个春花都是用长直线。你赶上咱们要画那个松树它这个节子，一般都是棱棱角角的线，那个把那个松树。这个要是小针儿，估计这个往这个方向使劲了。就这个，咱们看看，开始加小枝了。这小枝加完了，开始加柳丝儿。柳丝要顺着这个风，这不就顺着它画吗？哎，这就开始。哎，它本来应该是吹下来的，但是要它风一刮了，它不吹着了，知道吧？就这个梢这地方啊，梢这地方下来上去啊，加密也必须别管哪上了，加密行了，因为它一股一脚风一脚，它也不知道哪个上哪上。
风太直。点叶子的时候注意啊、哦，点叶子的时候就不能像那个吹柳那么点的，没风先点了，因为风一刮，这个叶子那往上有的就掉的，还有的，你看离开这个枝子点是吧？一会儿这个咱们画出来，画出这个过程就画去。